把这卖了，把这俩拿着。把挂关了吧，猴哥，我没有开挂呀。我看上这三国能不能赢啊？先把猴撇了，我这拿了。我没有开挂，我只是运气好。你瞅瞅这哥们儿，他上来三法师、三森林、两森林，还是小法师，装备还有女神之泪，他在开挂了呢。不过他打不过我，哎呦，神奇！我准备好了。我们借一把呀，我们借一把，还没有天选之人，目前不知道怎么玩呢。哎呀，上把都玩过劫了，不想再玩了。其实我玩劫的主要意义，我就是想整个三星的五费英雄，我就是想整个三星的五费英雄，你知道吧？我的意义并不是在于赢。黄子去把后排突了。哎，突后排来！我这包女扎哪去了？他这包女为什么直接扎了？两个选择，一，我们森林来了；二，我们三国。森林一，三国二，月神指定不玩。小法来了。一，我们森林；二，我们三国。这个装备其实比较适合三国。现在我差点钱怎么办啊？我先拿个女神之泪啊！哎呦我操，这么猛！包女，给我给点力，包女，把他扎死！包女，扎他！操他妈，他扎还没人打得快呢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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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最后扎一下，扎漂亮！呀，还有银马呢！能不能拿到女神之泪吧？能拿到女神之刃，我们就森林。可以，一会儿拿个大棒子，小法师无敌了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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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把我们森林走一波。
操了这！这家伙卡特又来一个，哎呀，挺不想让人玩森林呢。我这一看呢，森林有没有同行啊？好像有，还好我刚才没拿大腰带，拿大腰带就完了，就拉了。小法师的装备已经初步成型了，水银女神之泪，不是女神之泪啊，那个蓝 buff， 水银蓝 buff 跟科技枪已经初步成型了。其实哎，我这锤石卡特这把跟我说，他想让我玩三国，我偏不，我就玩森林。我先给你一个女神之泪，我就不。我就玩森林，转的可以，哎，水银给卡特，行，交给我了。这挺难让我取舍的啊，这挺让我挺难受，说实话这波让我挺难受。我们记着点啊，我们记着点哪个是我们三国叠完 buff 的。有女神之泪没？给了个攻速。哎，哎，哎！我决定永远的放弃了三国。真垃圾啊，这能打不过野，我先上个叠个 buff 呢，你知道吗？操了，没打过野，真是佛了，佛佛的了。没事，那野我估计也就给个几块钱，没事，问题很小。二银钻，人家钻你掉一块血，我钻人家没掉血。除非下边给我来天选三国，我能玩三国以外再没有三国的事儿了。我跟你们说，下边来不来？不来，好，那就不玩了。不来就不玩了，就玩小法师了。
完了，卖了一个没 buff 的，不是有 buff 的，哎呀，这有点难受。卖了之后就来了，不，我就玩绝法师了。我今天三国玩好几把了，关键是我不想着玩了，玩累了。吸血。可以打个连呗，来个露露大树可以。我的小法师装备已经成型了，无敌了已经。现在就差点什么呢，就差了把它升二了，然后来一只露露。露露你也森林呢，你这行不行啊，你这森林。他努努天选，哎呦我操，着实令人很难受啊。协助我一会儿你就知道到底协助谁了，谁协助谁了。他不是来个他妈斗士的那个努努他能打得过我？他现在人马他也没有，他拿努努塞你塞吧。一会儿我小法师神装的时候你就知道了，这小子有多么的无助。嗨，真不是我吹，你就明白他有多么的无助。明白了吗？明没明白？给我来个努努的。好像上着包女也没啥用了，是不是？别了，差个法师。我小法师现在就在攒法强，知道吧？现在就在发育，再把分女杀了。对，哎，你等我小法师发育起来的，你看着呢。其实我觉得这小法师这个技能挺鸡肋的，这种真的。他说把人杀了就会获得百分，就会获得一点法术强度。我三星小法师打谁都秒，我要你给我加那一点法强啊！你就直接大招九九九九九就完事了呗。来个努努，努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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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努。没有小法师，又变成了没有小法师的局了吗？嗯，好嘞，辣美，哎呀，辣美上一个好了，傻逼呢，我不知道辣美是法师啊。
哎，我目前小法师就在叠法墙，他的结都打不动我。卡牌也行，辣美吧，辣美厉害点，带点控制。我的小法师已经无敌了，现在只要让我升到二。海洋会将他们卷走。海洋，向前奔涌吧。海洋，我一个没打过石头人的一局啊，打成现在这个样子，简直无敌。永远一星小法师，那我也没招，他如果不给我，我也没办法，我认命，我认命，哥，我认命，行不行？你要不给我您啊，你要不给我，我也没办法，小弟也没办法。消法，不升级，不用升级，六级开地就行。其实，如果硬要升的话，升一级也可以。若非流失月神天选，升级，这个魔法师可以上莉莉亚。小法师伤害还是差了点，这龙爪瑞文可挺恶心人呢，不过还是死了。我们七银口在开地啊，你说我再升个人口，我再上个啥呢？我上狼人呢，上斗士啊。我们看看另外一家吧，也就上斗士了。他这不是养小法呀，他这是要养寒冰啊。上重装啊，上个老母狙啊也行，上个老母狙。我这小法师一个打你们一百个，你信不信？你们信不信？你们可能不信，我也不信。这包女儿咋这么猛呢？这包女儿，我操了！还有这种养包女的人呢，我这真是佛了。
惨的。上个老母鸡。今天好像很热。这永恩拿不拿呀？试试看吧，你上去玩一玩。我永恒之身永恩双永，小法师给我杀，挺垃圾呀、啊、这小法师啊。银马先升个三，永恩是不是不行？还是上头狙吧。来努努，努努，努，我摁地了，别给我卡了。努努，没有拉倒，先等一等，不着急，先上个老母狙。真的得小法师升三呐，小法不升三很难玩的呀，很难赢啊。现在小法的伤害太低了，你知道吗？打的还是秘术，你说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打人都不掉血，全是盾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打一年我操。小法师给我杀，我加时赛的王完犊子了，俩人全掉血。哎呦我操了，真他妈能磨呀这个逼呀、啊、哎，折磨人呢、啊、真是折磨人呢、啊，你搞这么折磨人干什么？你说你互相掉血，谁也打不死谁。哎，简直折磨人。给魔抗，又给个火炮，上回我记得也是火炮。你们说我拉人口还是地，现在是不是地感觉能好一点？我拉人口我也上不了那个永恒之神，上那么多我地吧，我把那个小法跟露露给他地到三，咱们锁完血再上人口其实也不迟，你知道吧。地吧，给露露整个火炮，
只要我能把小法递到三，我们就直接就无敌。火炮雪人的小天才，你是小天才，我不是小天才。那努努他妈一星，你让我把火炮给他，差一只小法师起飞。现在递指定递不出来，我告诉你们，100%递不出来，这游戏就这样，等30块钱再递。肯定递不出来，100%递不出来，递了就直接就拉胯，递了就永远的难受，知道吗？这游戏就让你最后一只，哎，就递不出来，就这么玩这游戏。我这都被他折磨坏了，这好几回了都。这小法师咋不杀这男刀了呢？我操了，这瞎子！给我踹飞了，哎呀，又一个折磨人的。你说你们这都这么折磨人呢？怎么你们都这么折磨人呢？那个倒数第一那折磨人那个撤了，走掉了，这回不递都不行了，递吧，没办法，递吧，但我估计也递不出来。这游戏就是这么折磨人，你知道吧？折磨你，哎，就让你剩一只，就是出不来，就是出不来，就让你剩一只，回回的，看着吗？就折磨你。你把这些东西全卖了，然后最后努努一卖，啪，递出来一只啊，没递出来。就给你差一只，我要能挺过这轮，算了，我应该挺不过去了，继续。就他妈给你插一只，看什么？就回回就折磨你，然后选秀来一只，你看，恶不恶心？你说恶不恶心？回回这样，哎，老折磨人了。这游戏有的时候折磨死你。就给你差一轮，就是给你差一轮，就让你差一轮，差一只，你一出去有，哎，哎呀，真他妈令人生气呀！我操了。结完账了吗？啊，结完账了，行。真的是在尽情的折磨我。买个小小英雄，买个小熊猫。来个蓝色的，福星软软，来一个福星软软。